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宰执天下》，于洋播讲。韩刚之言振聋发聩，如果放在都堂之外，不知多少人会为之热血沸腾；但都堂之中却没有一个人动容。即使是一贯迎合韩刚的沈括，也难以表演出那种为一句煽动人心的话语而狂热起来的样子。 在场的皆是积年老力，一颗心早就打磨得冷硬成冰，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会有，唯独不会有热血沸腾的时候。但韩刚只是在表明他的立场，用更加强烈的情绪表明更加坚定的意志。苏颂和韩刚都支持将战争继续下去，张顿的态度呢？ 不管张顿和韩刚之前表现的多么和谐，只要他不开口，就依然不能下定论。岂有百事，只在昨日？吕家问叹息着，直视韩刚。若是玉坤相公的这一番话传到国子监中，当不会有那么多只只知添乱的学生了。 好几位宰辅看吕家问的眼神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。吕家问唱韩刚反调是经常的事，但他从来不会在正经的大事上为难韩刚。一个只是想要表现出自己存在感的都堂成员，韩刚对此一向是有所优容的。今天似乎是个例外。不过吕家问的确是说出了一部分人的顾虑。国内的形势看起来依然有利于都堂。 可是，京师的一场小小的变乱，究竟代表了多少民意？现在谁也不敢下定论。此刻看起来并没有掀起多大的声势，只不过是一群学生闹事，也就是世人中的一小部分在闹。农工商还有军队，都没有人出来支持。正所谓“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”，没有人数上的优势，不能裹挟农工之辈。 不能引动军队，纯粹的读书人只有被棍棒教做人的份儿。但如果战争扩大，导致民生凋敝，情况还能不能维持下去？反对派的势力会不会急剧扩张？这都是没有办法保证的。如果想要战争，要做的不是说服都堂成员，而是要说服天下亿万梨树。 能接受他们的生活受到战争的影响？苏颂和韩刚是否有这个准备？张顿是否还在犹豫？吕佳问很想知道。二十年前，党项人肆虐关西已有三十年。韩刚的声音徐缓而低沉，将时间带回到二十年前。三十年间，无数关西子弟为了抵御党项大军。 而葬身于衡山的千秋万壑之中，极甚处甚至是人人带孝、户户悬翻，韩家也不例外。他抬头看过每一个人，而到了十年前，世上已无膝下，已无党相人。吕家问收敛了略带挑衅的眼神，有些不安的扭动了一下身子。 这十年之中，几近百万的关西男儿投身到战火之中，为了击败党项，前前后后有十万以上的伤亡。关西年年税赋，最后都变成了粮草军器，投入到衡山之中。韩刚平时的语调带着只有历史的当事人才能感觉到的沉重，他质问：“为什么已经死了那么多子弟，还要继续将剩下的都带上战场？” 为什么已经在崇山峻岭中修起了一座座寨堡，堵住了每一条党项大军南下的道路，还要继续攻入银夏、攻入兴林，为什么不肯在兴林之地留下一个党项人？韩刚平淡地看了吕佳问一眼，因为关西人只有一个想法：为了自家的孩儿能够安然养大，必须将狼崽子一只一只的都掐死在窝里。 让他永远不能危害。我们关西人都是认死理儿的，这句话韩刚没有说，但已经表达的足够清楚了。这是关西人的脾气，如果忘掉的话，韩刚现在就是在提醒了。吕佳问噤若寒蝉，至少在这一刻，他是被韩刚吓到了。厅中也有了一段时间的静默。 直到张顿开口，宇坤的想法我们都知道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将契丹人都掐死在窝里，就像对党项人一样。我也不想再看见契丹人了，女真人、西人、高句丽人与我汉人争夺土地的蛮夷，我都不想再看见。但怎么才能实现这件事，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。 张顿喜欢作为最后一个发言的人来进行总结，而韩刚总是会给他这个机会，这也是两个人能够长期合作的缘由之一。张顿的话，不论哪一方听起来都不顺耳，没有站在韩刚一方，也没有为吕家问站台，而是想要提出自己的想法。如果继续打下去就能够实现，那我们就继续打下去，需要兵。 我们就派兵，需要粮我们就发粮，需要枪支弹药我们就给枪支弹药。只要能灭掉辽国、灭掉契丹，要什么都可以。但是，如果形势必须要我们收敛起来、休养生息、积蓄更多国力，以备日后实现愿望，那么我们就该继续积蓄国力，而不是勉强行事，反而误了大局。 他左看看韩刚，右看看吕佳问：“宇坤、望之，你们说呢？”子后相公所言正是。吕佳问，立刻道。韩刚也沉默的点点头。张顿很满意的说：“那就让我们想一想，到底可以打下去，还是不能打下去？如何判断现今的形势？这就有的扯皮了。” 等到韩刚拿到都堂授权，时间早就过了。吕家问现在可以确定，苏颂是韩刚请来站台，而张顿则是对此甚为不满。但吕家问的确定只有几秒，张顿很快就开始数数。在北鲁的战事到现在为止，国中动用的总兵力不过全国禁军的三分之一，十七万关西禁军尚未出动。 十五万经营也只调动了六万，主要还是依靠了河北和河东自身的军力，这点是没有疑问的。苏颂道：“要是镇压全国各路经营的兵力，已经不能再调动了。”这句话都是吕家问想要说的。苏颂在前面说了，他也就没有什么话要说了。那就只有关系了。 张顿道：“其余地方虽然富庶，但愿意投军的终究是少数，而且也不堪用。”这句话张顿不便说，但也是公认的。因而禁军路师基本上都驻扎在关西、西域、京畿、河东、河北这几处地方。南方各路的禁军总兵力加起来不过五万人，而且还是集中在云南、广西和京湖两路这几处。 京东东路、京东西路各只有一将，京西两路、江南两路两折，福建则根本都没有禁军路师，只有湘军和铁路的护路军。还有海军，沈括补充道：“禁军水师总数不及路师的五分之一，除掉很少一部分驻扎于鄂州和扬州的内河舰队，剩下的。” 皆归属于海军。吕家问立刻摇头。杨从先正在筹划攻略日本，断绝辽人对日本的控制，随时要渡海去日本，海军陆战队无法分心，只能指望他们稳守营垒。可以去日本，当也能去辽西。沈括道：“朝廷要是需要海军，也不用担心他们不肯听命。” 海军暂时先放一放，张顿说：“如今投入对辽战场的禁军兵力就这么多，而辽国之前已经是举国之力了，甚至不能攻入定州、真州、雄州，可见其衰弱。”韩刚补充道：“如果看这一次对阵的情况，河北、河东的兵力完全可以抗衡辽国，这已经是国初北汉和中国的差距了。” 吕家问摇头道：“北汉兵力最多的时候，能召集到多少兵马？能不能做到郑军一人三马？能不能让官军不敢对垒啊？”韩刚道：“北汉很难缠，若不是太宗皇帝全力进攻，想要将之剿灭很难。”他看着吕家问问：“望之，不管什么时候灭辽，只是灭辽这一件事，你觉得如何？” 这个问题没有第二个答案。吕家问立刻道：“辽国当灭。”正是。张顿道：“灭辽的确需要更多的军队，投入的更多。但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燕云故地，还有辽土，还有高丽、日本，还有白山黑水，还有万里草原。这些都是无穷无尽的财富，充满了诱惑呀。只是。” 如今的时机不对啊，吕家问道。韩刚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急于一时。辽国毕竟是大国，根基深厚，想要将之剿灭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也许会长达十年甚至二十年。我们的手段将不仅仅局限于军事，还有文事，甚至还有商事，用尽一切办法击败契丹人。没有了契丹。” 也就没有了辽国。吕家问不打算继续跟韩刚顶撞了，点头同意。如果主事者能够老成持重一点，家问一绝，公辽并无不可。张顿为吕家问的回答点头表示同意。为何要老成持重？因为这事关千万人性命。 只有老成持重，才能选择到一个稳妥的时机。他又道：“什么叫做稳妥？就是内外西安能够安心攻打辽国。”吕家问觉得有些不对了，他看曾孝宽和张枣神色也都有了点变化。张顿这是要站在韩刚一方吗？张顿道：“攘外必先安内，我一直觉得说得很好。” 内部不净，难御外寇。关键是要能够安得住，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。韩刚道：“违纪京师治安，可以交给开封总警局。”曾孝宽说：“开封总警局还没有成立呀、啊。”“快了。”韩刚道：“是得快一些了。”张顿道：“出门前，正常都要把自己上上下下打理一下。” 蓬头垢面，哪里好见人呢？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锅中不净，又何以扫除天下？此后你打算如何做呀？曾孝宽问。总警局成立之前，交给刑人司最好。张顿道：“可惜赵觉昨日积劳成疾，暂时要养养病。”吕家问垂下了眼帘，这件事的确让人很意外。 但他现在已经不会惊讶了，所以当张顿点名的时候，他的确没有惊诧。王之，我看你最合适、啊。”张顿公然说，“你暂且将行人司担起来。”吕佳问苦恼的扶着额，这差事可不好办。他飞快的将责任推卸出去，此番当有专才来做。 用好行人司就不难了，张顿完全不让他推诿，甚至还说：“之前的案子都需要追根究底，所有会影响局势的苗头必须在其长大之前给掐掉。”他笑着：“就指望望之你能者多劳啊。”追根究底，吕佳问问道：“这将是他行动时极为重要的依据。”张顿道：“杀鸡引寒。” 只要涉嫌与人犯交通往来，一个都不放过，一个都不放过。吕家问脸色难看起来，然后他就听见韩刚的声音：“一个都不放过。”韩刚强调道。吕家问脸色又是一变。 韩刚的反应和张顿的话联系在一起，显然早有默契。而他们让自己就任此职，就是要自己去杀人的，这不能答应。一旦答应下来，去处置都堂的反对者，自己的名声就毁定了。何况又是暂代行人司，是不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？但韩刚正望过来，张顿也在望过来。 他们的脸上只能看见似有若无的笑容。是知道了，吕佳问，心提了起来，头低了下去。外人走进的宫厅中，只剩下张顿和韩刚两个人。两名宰相隔着一张圆桌，品着稍显粗糙的茶水。望之这一回要吃苦了，张顿笑着，张大嘴，狠狠的喝了一口茶。 宇坤，这可都是因为你。韩刚摇头，这口黑锅当与子厚兄共分担。为什么要吕家问来折腾？因为他很早就知道明年的都堂上不会有他的位置。韩刚离开的时候会拉一个或者几个人一起下来，其中必然有吕家问。韩刚可以将相位辞去，可以让张顿独揽大权。 但他不会让敌视自己的人留在都堂之上，即使只是看起来像是敌意的小小挑衅，韩刚也无法容忍。这是他在离开前想要告诉所有人的。可为什么吕家问会知道这一点？为什么吕家问能确认这一点，以至于他做出了一些让人难以相信的蠢事来？韩刚现在也说了，这的确是他的锅，但这锅他不会一个人背。 张顿没有否认，他叹息道：“希望望之不会再做错了。”韩刚道：“既然有希望，那就不会。”吕家问最后的态度，说明他已经明白了，这是韩刚给他的最后的机会，让他可以在名声和权位中做一个选择。也许不去接受那个差事之后，吕家问也有可能保得住职位。 但可能和必定之间，吕佳问做出了必然的选择。刚才您听到的是于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宰执天下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。